阴夜月光暗淡，无人来作伴。霓虹闪烁，笑阮情变卦。安怎看会开感情来拆散？唱着伤心歌谣情难舍，冷风吹袂干咱中情味，寂寞路顶借阮的孤单。问天气敢有看你的形影？你是绝情花，黑淡阮心肝，真心换来是畏寒。人月亮来传达阮的心情。老俊杰，原来是你识的我。伊替我代志，我都会行。死神已到，你别讲话，你带走。既然判官替你讲话，让你回去用世间三年完成你的心愿。阿母，你袂当离开我，你袂当放我一个人啦。咱玉华放火杀人啦，紧甲你起来。什么情形啊？那连警察拢来啊？这些阿屁哥哦，就是一个陈玉霞的房间敲到的啦。迄陈玉霞唔拿走私贩卖阿片呀，啊，佫连下老俊奇哦来对付阮少爷呢，啊，最后把老俊奇母仔囝哦杀人灭口啦。大林，我有劝过玉霞，歹路唔通行，伊本来已经答应我，想袂到杀进的不安，一错再错。你又别讲，我陈玉霞从来毋捌做过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是李坤良，伊跳过伊要陷害我，我是冤枉的。陈州大人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。哼，陈玉霞，你想想，不公，你是叫冤枉的。那我问你，是安怎在你的房间内，会有阿片哥，还有走私的记录？事实就是，你偷卖鸦片，杀人灭口，即摆人情无情拢忘，你还阁想要辩解？本署做宣判，马仔将陈玉霞押去警官。妈，我啥物都无做，我是冤枉的大人，冤枉啊！孙总大人，我肯定是冤枉的啦。应该是歹人，应该是歹人啦！袁总，阿姊，小姐找阿姊父亲，再来叫我阿姊。陈玉霞，三天的时间已经到了，现在就跟我回去地府，走。我就不简单，才让我阿姊得出李坤良的陷阱，为什么我阿姊还是爱死？为什么？陈玉霞，我跟你说啊，转轮王会答应你回去阳间救你阿姊，就是因为你就是恁阿姊的死结，只要你回去，恁阿姊哦，温死无活。我拜托你啊！我拜托你，你给我一个死刑好无？搁这个死刑就有够啊啦！只要一个死刑，我才会当去家己负心，然后把你坤良犯罪的证据提予孙祖大人，这一切就拢结束啊！我求你，我求你啦！陈玉霞。这是你跟转轮王约束的，三天的期限已经到，
你个任务无完成，你卖怪我，袂阁替你讲话啊！报告大人，只要你肯温顺哦，只是一个事情尔，伊袂发现的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求你啦，拜托，我拜托，拜托你啦！嗯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给我一个星星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啦，我求你，我给你拜托啦，你给我一个星星好不好？我拜托你啦。这块玉佩，本来是我阿爸要留下来传家之宝。自从伊死了，我就将一半玉佩留伫我身躯顶做纪念，另外一半就当阿爸落土啊。破官大人，你要害我去救我阿姊，敢讲你嘛要目睭金金，看你好死去死？嘿。陈玉琴啊，你真正有够厚面皮呢，什么包两顶会出啊？判官大人哦，这么尔英明，才袂叫你骗去啦。判官大人，头拄啊，我看到你身躯顶这半块玉佩，这才真因有果，我拢知影。而且我阁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你即摆是想要讲啥物啦？迄天，就是我死去迄天。不然代志哦，唔免你烦恼。嘿，小蛋，你妈创啥啦？你怎啊过？敢毋是破坏你阿爸的计划？我想怎爱听你的？我要家己去找我阿爸甲坤良啊。月琴，本来应该死的人是阿琪，也唔够你为着要救。白白害死我一条命，啊！你是安怎要救阿基呢？因为你有自私，因为你就是阿基王星的阿爸，你身躯顶的这个玉佩就是证据。你到底想要安怎？一命换一命。你。执行清官。大姨，大姨完了吗？大姨，大姨还是完了的，我有证据。小蛋姐，哎，我看。靠！原来是做贼的花脸贼，欺骗本台，差一点啊就抬唔着人啊！来人啊，马上带人去李家，将婚婚的案拢总找出来，将李坤良、阿哥李梦在逮捕归案。玉琴，我就知影你会来。我回来咱家啊，这段时间你辛苦啊。阿姊，即摆李坤良甲阿公已经抓去关啊，伊嘛袂阁出来害人啊。
买当放心，等下去地府啊，你家己利用世间都要好好啊保重哦。玉清，丹姐。陈玉琴，我答应你的代志已经完成了。阿爸，阿琪啊。今仔日我来救玉霞，就是要来补偿对玉琴的亏欠。本来死的是阿奇你啦，啊，因为阿爸的私心来插手，白白来害死玉琴。你的性命就是玉琴用伊的性命来甲你换的。以后你爱好好做人。我，你终于讲出实情，果然是你滥用职权，迫害阴阳两界的法度，你罪不可赦，速回地府接受审判。啊！阿爸，小金，我阿爸嘞？你跟我讲，我阿爸到底是安怎？你跟讲啊！大慈大悲的地藏菩萨，地主知影，你捌发过誓愿，地界无空，誓不成佛。即卖地主的阿爸，因为私心爱主，触犯着阴间的律法，伫个地界受酷刑。地主做人见异思迁，恨不得。一打电话，阿爸受苦，恳求地藏菩萨，看到地主一片好心，会当答应予地主去地界见我阿爸一面，希望地藏菩萨会当允准，拜托地藏菩萨成全。地藏菩萨
阮准阿奇去见判官最后一面，行，咱来找判官。好。这就是寒冰地啦，经过寒冰地哦，头前哦就是火气地啦啦。哎呦！哇！哎！哎！这哪变个这热啊？这是不是我阿爸就是伫这？就要这么近哦，火气地啊，咱就那较细点的呢。哦。严哥，这真正就乱呢，刚刚要把人喊个打起啊！莫讲较济啦，紧去找判官啦，行啦。阿爸，是我阿爸，阿爸。阿爸。爸，我的救你啊！爹，爹，哎呦，你这个戆仔，你即摆是哪样要创啥？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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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出来啦！你进来啦！你走啦！啊！你敢放开啦！阿奇，阿奇，阿奇啊！起来，起来！你叫我爸笑，你去干？阿爸，你家无不孝的父母，你若不是为着要保护我，万未受到这种酷刑。我的身躯是你家阿母给我的，我代替你爹啊受这苦刑，报答你家阿母的养育之恩。阿奇啊，阿爸知影你做有好诶，你免为阿爸牺牲，你紧起来啦，阿奇，你紧起来啦，阿奇。真的吗？因两个白家真亲，谁拢无愿意离开火气地啊？你着带念，阿奇也好心，开恩下罪啊，真的吗？阿吉，因爸阿囝拢愿意代替对方来受苦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停止这种残忍的折磨，好不？尊龙，以其众生，轮回不休，皆因爱恨无望，导致无法解脱。哎哎，阿吉，哎，来，你看看。尊龙，地主既然投胎转世做人，连人嘛做袂好，都无资格讲其他的代志啊！我做人惊伊是谁，想要着阿爸心切回应，拜托尊龙台湾慈悲，会当我阿爸，唔免伫地下受委屈，成全我的好心。嗯。哎，凶伯爷，凶伯爷。啊啊！神功啊，神功啊！阿吉啊，爷好心感动天啊，改变看看爷因果啊。阿爸，我一个宝贝好心。阿爸，你无代志啊？我你家仔啊，保你！我都没事。判官，你身为一名判官，既然知法犯法，辜负天下众生对你的信服，我判你来生为牛一世，劳动耕作，行善百米，来偿还天下众生。多谢转轮王。
玉琴，阿爸，我来是要甲恁讲，李坤良也佮林旺财已经去予孙祖大人化清卦啦。恁的冤仇已经报啊，阿爸，你会使明白啊。另外，我甲玉霞佮一个好消息要甲恁讲，尤其是玉琴，你得听清楚啊。玉霞，我看这件代志还是你来讲好。玉琴，我希望你当投胎来做我的查某囝。对啦，你赶紧投胎吼，来做恁阿姊的查某囝。到时阵哦，你得一世人乖乖叫我一声阿爸，知影无？人家讲十支枕头啊，拔了了，爱拔的当机骗神去骗人，连查某囝嘛变脚本。别副官帅苏红一万金家赛，竟然是衰尾道理。连无主的孤魂嘛个低调调，叫伊倒找后生。当机将拔脚当做命，伊敢要将别副官帅牵互查某囝伊人甲毁掉的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到拜五暗时7:30，细说台湾当机夺万金家赛。